呼叫总部，呼叫总部，请立即支援，他靠岸了。What？你不该撕毁协议，走出我们约定的安全区。兰利大厦和总部对此非常不满。别浪费我的时间，让我和真正能主事的人通话，这是命令。你这是与总统的卫星电话，以你的言辞。哈喽，总统先生。阎罗，你就是个混蛋，你在做什么吗？别骂人呐，再骂我还嘴了啊。好了，我也不兜圈子了，你们的医疗专家一定早已反推出我的身体状况和病情的恶化进度了，不是吗？你知道的，任何协议总有到期的时候，这些年来我已经给足你的面子。在做最后一次交易后，我从你们那里偷取了16枚核弹的所有引爆程序，3个月后都会自动取消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3个月内你们不得采取任何措施追捕我的人，他们会潜入水下，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。这是我的最终条件，接受你们灯塔国就又一次拯救了世界，如果不接受，轰！本土核弹爆炸，刺不刺激？我现在问你一句，成交吗，总统先生？你看，总统先生答应了，来，开瓶香槟庆祝吧。你真该下地狱！你好像和我有仇啊。全球数亿人的生死都掌握在你们手上，你的手下杀了多少重要的人，为了提防你们，他们只能24小时为你服务，你这个鲁西娃。呸呸，这是什么羞耻又中二的外号，按照我家乡的传统，我更喜欢别人叫我神魔。小心他临死反扑，毕竟这家伙是掌控级的异能者。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这种人怎么可能真让自己被你们捕获？总部的那位都明白，你们还不明白？我的脑瘤细胞已经扩散大脑皮层，并压迫右侧神经，我现在的生命还剩下5、4。目标锁定。下地狱有什么可怕的？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100亿预期盈利必须完成，不然。萤火虫报告，目标已消灭。这次你弄的小玩具还不错，只是风速的判断有点瑕疵，下次记得改进啊，狐狸。不过还有这种任务啊，就别再找我了。一个金融界的黑心秃鹫，居然让我假期加班，太无聊了。没有任务了，最新的命令，所有人进入静默模式。静默多久？永久。谁下的命令？我要联系 boss。 就是 boss 的命令，他说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你撒谎！你个该死的狐狸，你肯定又在撒谎！你再对我说这种谎言，我会弄死你。是啊，我也希望是假的。他真的离开了。他最后的话，他希望我们以后都能上天堂，而地狱他一个人去就好了。行了，执行命令吧，萤火虫。海江，你快跑！地狱，我也要去看看。他自杀了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地狱啊，我一直都想去看看呢。
狐狸，小心。二，哼，希望那些小崽子们好好活下去。一，地狱，我来。Boss， 肯诺。Boss，Boss， 肯诺。陈诺，你上来解。陈诺，是我？难道是我？这里是我二十多年前上学的地方。我这是重生了。喂，陈诺，别磨磨蹭蹭耽误大家时间，快上来解题。哼，行吧，解就解。看不懂啊。一重生就要解题，这还真是地狱啊。啊，人间不值得呀。别走廊罚站。居然穿越回大学了，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校服，陌生的人。上一世我绰号阎罗，掌控着级别的地下世界顶层掠食者。在这个腥风血雨的世界，有一群问题女人一直跟随在我身边。在遇到我之前，她们都有过极为悲惨的遭遇。她们敬我如神，因我而生，最终也因我而死。但似乎老天有意让我弥补遗憾，让我重生，回到过去。所以，老天，这是对我的惩罚，还是奖励呢？啊！小华跳楼了！哇！抱歉，你没事吧？幸好是从二楼掉下来，要是再高一点，这么大的缓冲也于事无补。学校医务室检查过了，都没什么大问题吧？啊，经过检查没有问题，我只是刚好站在那里，然后他从楼上掉下来，跌在了我的身上。你跳楼？你怎么会跳楼？我在二楼扶着栏杆看风景，然后不小心掉下来了。爸，我不是跳楼。这长相差距，领养的吧？哎，陈诺同学啊，不管如何非常感谢你，今天就先回家休息吧。啊，没事老师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如果有哪里不舒服记得随时告诉我。那个老师，倒是有个小忙，不知道您方不方便？你尽管说。我忘记家在哪儿了，您能帮我看一下档案吗？陈同学，你真的没摔坏吗？哦，看来是这里了。哎，还真是有年代气息啊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收集我这一世的情报。原来如此。姓名陈诺，年龄二十一，是一名极不起眼的普通大学生。父母早年离异，父亲出国杳无音讯。六年前母亲改嫁，将陈诺交给奶奶抚养。三年前母亲为了帮现任丈夫还赌债，挪用了一大笔公款，如今两口子还在牢里。去年相依为命的奶奶去世，只剩下少年孤身一人，即便在学校也阴沉孤僻，没有朋友。也挺好，社会关系简单，这个天煞孤星的人设倒是少了很多麻烦。好，二十五号了。有点麻烦呀。只差十五天了。十五天后的晚上大约十二点，萤火虫会遭遇他这辈子最悲惨最可怕的事情。我必须去救他，可我现在没钱没护照，
用正常的手段肯定赶不到的。只能另想他法了。不怪前两天的这封信才会发生今天的事。咦，是他好丢脸呐、啊、明天一定要和他好好讲清楚。知道吗？六班的陈诺也在校花写情书了。看，苏可可，陈诺真是无辈楷模呀，也不怕被孙胜利打断腿。什么情书？我今天就拒绝给你们看。嗯，严词拒绝。要让他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。你现在有空吗？有事。前几天你给我写的那封情书我看过了，很抱歉我不能接受。切，我这个前生还挺有种啊，泡教导主任的女儿。哎，我在和你说话呢，我说我不能接受，以后请你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。知道了。还有我打算考公，我建议你也跟我一样。你说的对，你综合考试年级多少名？196。那确实需要好好学习。就这样，祝你好好学习，早日上岸。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年级一共不到300人。有人喊我去游戏厅，先走了。怎么感觉是我被拒绝了？切，又输了，这些小鬼怎么这么强？没意思，不玩了。喂，就你小子叫陈诺啊？挺狂啊你，敢对老子的女人出手，我腻了。找我有事啊？我叫小刀，你可以叫我刀哥。听说你前两天给孙可可写了封情书，小子，给我的女人写情书，问过我没有啊？混混，校花，要不要这么狗血啊？她是你的女人？暂时不是，但很快就是。现在知道找你什么事儿了吧？小子，问你话呢，快回话。知道了知道了。是个没人的好地方。飘得挺不错。这辆也不是。日记里说我有辆自行车，但没说长啥样。不过好在挑了半夜，可以一辆一辆试。毕竟被别人看见就解释不清了。你开别人的锁干嘛？如果我说我不记得自己的车是哪一辆了，你信不信？无聊，我要去给我爸送饭，你最好和我一起去认错。等下。干嘛？你刚才干的我可都看见了，没什么好解释的吧？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什么？哼，得把这傻丫头唬住。不管她说什么，我都要表现得冷漠一点，尽量少说话。你看，我昨天救了你一命。二楼摔下来也不一定会死。不死也残呀。好吧，不算救命，但至少算是护了你一次吧，哪怕只是偶然。其实你对我的态度
可以稍微温和一点点的。嗯，我明白，你是教导主任的女儿，要保持自己的乖学生人设，但也不必对我这么冷言冷语和有敌意的样子。嗯，其实你没有恶意，只是年纪小，所以只好本能地板着脸，装作很冷漠的样子来和我划清界限。小孩子都这样，等你长大一点，就会懂得处理得更柔和。哼，我要你管。对了，有个外号叫什么小刀刀哥的，你认识吗？嗯，知道，老在学校门口堵我，被我爸赶走后还是死缠烂打。哼，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来了。嗯，为什么？毕竟伤筋动骨100天。臭小子，等我好了，指定没你好果子吃啊。哎，没关系，你也不用知道的太详细，我帮你解决这个小麻烦，其实也是有求于你。我看到学校好像组织了一个去岩津学习交流的活动，你了解吗？ C 国的岩津离 H 国的汉壤很近，这是我现在唯一能赶去救萤火虫的办法了，必须抓住这个机会。你是说下个月10号的活动吗？他报名已经截止了，所以想找你这个教导主任的女儿问问，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，带上我一起去。你想去岩津？哎呀，你别捅别人的车锁了，你的车在那边，黑色的，车篓生锈，铃铛掉了一半的那辆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和我不是一个班的。我就是知道。啊，就是知道。说回刚才的话，我确实知道有别的办法，但你得告诉我，你干嘛想去？哼，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，只是想去看看雪而已。看雪？刚觉得这人说话好成熟的样子，一下又没个正经了。不过，看雪吗？你没吃晚饭？对啊，因为贫穷。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正经？嗯，你家里的情况我有了解，都这样了，为什么还想去看雪？这件事有这么重要吗？哦，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，我……好啊，你好像对我的事情知道挺多，专门打听过。瞎说，我是听别人说的。哎呀，你爱咋咋地吧，总之你想参团的话，明天可以去找行政处的刘老师，他那应该还有名额，能不能要到就看你自己本事了。喏，这里面是吃的。这是我爸的晚饭。嘿嘿。味道不错。可可啊，今天怎么少了只鸡腿？一根不够吃啊。当下一定要尽快提升这个身体的实力，尽早拿回异能。改制在即，这所学院即将转为民办，被教育公司收购，而这个刘老师便是教育公司派到学院来的一个策划负责人，所以准确地说，刘老师应该叫刘打工人。对付打工人嘛。陈诺同学，有事吗？啊，刘老师，学校去岩津的交流竞赛团我没报名，不过我听说有个学生代表考察交流名额。考察交流的学生代表必须是年级推荐。这是看我这记性，差点忘了还有3个志愿者的名额。志愿者你懂吧，跟团一起去，但是需要做一些服务型工作的。没问题，只要能去就行。啊，行，你回去吧。啊，交流团的学生名单下午会在公告栏公布啊。这小娃不简单呢。
叔是发什么神经，参加这个团就为了那个小子。交流团名单出来了。耶，有我的名字。也有我的，可以去研究了。还真的去看雪啊。爸，我想参加言青青赛团。说起来他人在哪儿呢？那喝吧，行李就交给我这个志愿者。是你走太慢了。哎，话说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去看雪啊。什么？你要脱团？还是四天？想都别想，我怎么可能担得起这种责任？你想害死我呀？旅行团的团费我可是交给您了，要是您不满意的话，要不再给我开个发票。你小子挺狠啊。哎，别生气啊刘老师，出门在外的我好你也好啊。小崽子你坑我，劝你别乱来，不行我现在就举报你脱团。别啊老刘，两败俱伤对你我都没什么好处。这这又是何必呢。哎，老刘啊，我没有跟你商量，只是通知你我要脱团啊。哎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我相信你能掩饰好的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后面就靠你了，加油吧打工人。坑爹呀。只要穿过这片区域就能到 H 国了。在右前方。安全上来。什么人？我哥，你这……怎么了？刚才好像有个影子。是鸟吧？别疑神疑鬼了，下面还有暗哨盯着呢。也是，想要过境，要闯的可不止我们这一关。这具没经过锤炼的身体，还是太差劲了。补充点热量，接下来就是准备过雷区了。对别人来说这片雷区危机重重，但是对我来说反而是最容易过去的风险。上辈子在这里执行了那么多次任务，早就轻车熟路了。不出意外应该还有三十米就出雷区了。靠，老马尸体。 M2 反步兵地雷，重两千克，松发起爆，地雷跳高两米，有效杀伤半径十米，只要膝盖挪开，雷体就会像压满的弹簧一样高高跳起，然后正好从校服的袋子上剪一块做压力洞。好，再来就是用别针固定，接下来取一根铅笔芯。行了，把笔芯插入保险箱里，应该没问题了。铅笔芯重新代替探针插回保险插销，再加上校服布片做成的压力刀。老天，你送我回这个年代总不会让我这么快挂掉吧。美式的 M2 地雷一定是南边棒子买的。哼，这笔账记下了，这下应该是安全了。阿西吧，终于安全了。阿西吧，剩一个，你过来呀！过去就过去。
安心睡吧。这样应该能混过 H 国的边防。到市中心。上一世我接了一个委托任务，就是在这次任务中我遇到了22岁的李盈婉。保镖，你来晚了。疯子！好，老板有危险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站住。可恶！这是我的安全屋，没人会找到这里。当时的李英婉是个有着严重精神偏执的疯子。哼，是吗？那就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安静点。冷静点了吗？你很想死。为什么救我？因为我漂亮。你看似凶狠无畏，还有疯狂，你不过是个被恐惧和仇恨吞噬的小女孩。你是不是很厉害？非常厉害的那种。我看你昨晚杀了很多人，还把我带了出来。算是吧，这个世界上能做我对手的没有几个。帮我，我还有几个人要杀，只要能报仇，我可以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任何事。就这样，整整两年，林英婉一直跟在我身边，接受我的训练。2年后，他终于实现了目标。有人了！爸爸，妈妈，哥哥，我好想你们。那时我不知道，2001年的1月6日晚上，他究竟遭遇了什么。醒了，我还是头回见到把自己哭晕的。你能扔进了院子，就在母亲给我种的向阳花旁，把我。他们。没有杀你。没有，大概是想囚禁我吧。在他们带我回去的路上，我找个机会跳到河里逃走了。后来呢？逃出去后，我找到父亲的朋友，他收留了我，然后当天晚上就把我交给了那伙凶手。再然后呢？我趁他打电话，用筷子戳瞎了他的一只眼睛。再然后？不了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一直生活在地狱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只为你活着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的世界早就一片黑暗，我只能从你身上抓到那唯一的一丝丝光，真的是唯一的一点光吗？不，如果这个世界都毁掉了，那就自己发光吧。任何人都不该把对光明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发光的，哪怕再微弱再弱小，所以学会自己发光照亮自己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教你萤火虫。客人，市中心到了。
哎，女孩子家家，不准说粗话。呀，你谁啊？你好啊，萤火虫。萤火虫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啊，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人。我来这里，是为了帮你驱走一个噩梦。啊？救命啊！你有变态啊！喂！警察叔叔！昨晚在边境的两名人员意外死亡，并且受害者附近的雷区通道也发现了一枚被排爆的地雷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北方的人已经渗透进我国了。为了捍卫国民的安全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出那个渗透进我国的敌方特工。忠诚，忠诚，忠诚，忠诚。这是谁在这么念叨呢？忘记买水了，好渴啊。啊，好像是鸡汤。你这孩子怎么又在学校打架呀？我错了吗？哼，终于来了，要开始了呀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滚开。是他。让我来尝尝李东赫的女儿是什么滋味。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有消防车来了。行了，偏偏是这个时候。这里没法动手了，全部带回去。哼，幸好隔壁有个空宅子能让我利用上，下次时间得算得更精准些。林英婉的父亲应该已经挂掉了，能做的改变只剩救下孤儿寡母三人。杀光这些人渣倒是简单，但难免会给这三人留下大麻烦，所以得换个地方。李东赫，你也有今天。过去你利用信息差得到比我多的金钱、名声、地位，还抢走了我中意的女人，生下两个小杂种。怎么，心里还有不平吗？一会儿到了地方，那个女人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我要好好折磨李东赫的老婆和女儿，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就算到了地狱，他也是一个失败者。正仔，求你放过我们一家，看在李东赫和你几十年兄弟情谊的份上，求你。正仔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什么？开！如果这是噩梦的话，求求你，快让他醒来吧！我家的车。喂，我说你们家这辆车有问题，离合器有点松，加速的时候顿挫感太明显，方向盘也有点飘，需要修一下才行啊。又见面了，小萤火虫。
让我来尝尝李东赫的女儿是什么滋味。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有消防车来了。行吧，偏偏是这个时候。这里没法动手了，全部带回去。哼，幸好隔壁有个空宅子能让我利用上，下次时间得算得更精准些。林英婉的父亲应该已经挂掉了，能做的改变只剩救下孤儿寡母三人。杀光这些人渣倒是简单，但难免会给这三人留下大麻烦，所以得换个地方。李东赫，你也有今天。过去你利用信息差得到比我多的金钱、名声、地位，还抢走了我中意的女人，生下两个小杂种。怎么，心里还有不平吗？一会儿到了地方，那个女人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我要好好折磨李东赫的老婆和女儿，让他们生不如死。算到了地狱，他也是一个失败者。正宰，求你放过我们一家，看在李东赫和你几十年兄弟情谊的份上，求你。正宰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什么？开！如果这是噩梦的话，求求你，快让他醒来吧！我家的车。喂，我说你们家这辆车有问题，离合器有点松，加速的时候顿挫感太明显，方向盘也有点飘，需要修一下才行啊。又见面了，小萤火虫。真是他。小子，你是谁？管他是谁，上，干掉他！去死！都弄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，弄死他！冲呀！哼，一群蝼蚁！这还是人吗？景勋，弄死他！对对，弄死他！景勋，你曾是我们 H 国一线部队里最精锐的战士，他不会是你的对手。小子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人怨我。我提醒你一下，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对我亮刀的人，你知道上一个对我亮刀子的人是什么下场？话少说。往哪儿躲？到此为止吧，接下来让你领教一下我的拳法。死气了。哎，这可以结束了。会不堪一击。这人是怪物吗？好，哎，你们，靠！包里竟然有砖头！哼，看什么看？这当然是准备来砸你的呀！哟，啊，输了，过来！我不管你是谁，你看上去很关心这个小女孩是吧？那就放我走，否则。喂，丫头，
你很怕是不是？别怕，本来不想用这一招的，既然你想找死，那就先用你试试手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身体完全动不了了。别过来！今晚你是第三个对我亮刀的人。别怕。没吓着你吧？我说过，我会为你驱散噩梦的。这是我家。醒了，你受惊过度，昏迷了。在外头就惦记你家鸡汤了，挺好喝的。这件衣服可以还我了吧？你昏迷的时候怕你冷，给你盖上，结果你捏得死死的。又怕弄醒你，只好先放在你身上了。喂，小丫头，这衣服是我的呀。哦，锅里的鸡汤我热了一下，你饿了可以喝。你哥哥受了点伤，你母亲已经给他上过药了。你没醒来之前，我和你母亲已经交代了一些事情。具体的他自然会告诉你的。我的建议是你们不要报警，反正麻烦也已经被我彻底抹去了。你为什么说话这么老气横秋的？你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大才对。今晚那样的场面，你是不是很害怕？如果条件允许，我也不想让你目睹这些。我没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当时让我别怕，我就不怕。那个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吗？今晚又是怎么回事？你说你是从天上来的？哈哈哈哈。小孩子家家的别问那么多了，具体的事情你母亲会告诉你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母亲受了点刺激，我用办法让她睡着了，大约一个小时后就会醒来。至于你那西霸侠老哥，他脾气太暴躁了，我把他捆起来了。还有就是以后要记得好好学习，不许学大人说粗口，记住了没有？哦，对了，更不许学人纹身，小小年纪就纹身，丑死了。不许学抽烟，不许学喝酒。哎，我说的这些话你记住了没有？不说粗话，不纹身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我会做到的。只要是你吩咐的，我一定都会做到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？小孩子家家问那么多做什么？哎，你这就要走了吗？怎么，留我过年啊？等等，至少告诉我你到底是人类还是天使。天使？我又不信上帝，我信关二哥的。动什么动？再动给你一百招。行李箱里是什么？何正仔啊，他对我还有一点点用处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保重。还有事吗？我们还会再见吗？你喜欢萤火虫吗？喜欢，夏天的时候哥哥带我去抓过。以后别抓了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真的走了。对了，书房，书房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学喝酒，不可以。还有什么呢？对了，醒关二哥。可是关二哥又是谁？对了，还有衣服，江宁学院。这好像是华文，这应该是华文吧？我记得哥哥房间里有华文字典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。江宁是地名，旧江宁府所在地在今金陵市。小肥羊，劝你最好老实点，不然就割掉你的舌头。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做个交易，你打开它。你会放过我？我可以让你死得有点尊严。尊严？对，你可以从你的衣柜里挑一件最体面的衣服换上再死，是不是很有尊严？你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，你只要不杀我，我可以把全部的钱给你。打开它。好，我开。爷，里面那个账本可以留下吗？这里面。这个，我对你的账本没有兴趣，我只是拿点恰饭钱。哼，起来，别装死，这条船可是你的。它有多快？最大航速30节。那么，再加一个交易条款吧，这条船我要了。那你必须放过我，用它交换我的命。好，成交。船在哪里？带我过去吧。哇！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杀我？你叫韩正元对吧？上辈子你好朋友的女儿林英婉，在走投无路时投靠你，没想到却被你这畜生出卖。什么上辈子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下去阎王会和你解释的。差点忘了，我就是阎王。哼，看来绝招不能随便使用，为了救林英婉，强行用绝招的后遗症来了。同学们大家好，这是最后一次集体联谊活动了，请咱们江宁学院的各大队老师注意，所有同学都务必到场。陈诺那家伙又没来，都4天没看到他人了。要是有缺勤的学生，带队老师和学生一律要受到学校严格处分。为什么要财迷心窍啊？这次要被陈诺那小崽子害死了。冥王，你不是说那个叫陈诺的学生很快就会到吗？这都半个小时了，他人呢？他也许是去附近的网吧打游戏了吧。方校长，你知道的，这个年纪的小男孩都很贪玩的。最好是这样，活动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，我安排几个老师和学生协助你去找找，最好是不要出什么意外，不然别说你流亡，我也得跟着担责，到时有你好看。方校长放心，学生肯定没丢，眼睛就这么大，他还能跑隔壁汉壤不成？哼，最好是这样。方校长走好。我就是教育局派来的关系户，校长助理而已。大家拍你马屁叫你方校长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？只有你的鼻子耍威风。不过陈诺这小子到底死哪儿去了？都没找到吗？老师，陈诺同学几天没见他了，我们既然找不到，那就赶紧报警吧。不行，报警的话不管丢没丢，管理不力的帽子肯定会扣下来，我的前途。老师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万一陈诺出了什么事情可怎么办？还是再找吧，没准再找找就找到了，再想想有什么地方没找过。老师。哦，对了，刘昂，你和他一直住在一起，他有没有提起过在本地有什么亲朋好友之类的？说不定啊，就是去这些地方了。我不知道啊。那他行李呢？都在房间里吧。哼，去找找，没准行李箱里有什么联系地址或者通讯录之类的东西。就这儿了。哎，你快点啊。臭小子，被你害惨了。就这儿了。臭小子，被你害惨了。陈诺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小子这几天跑哪去了？啊，那个，我出去网吧打了会儿游戏。混账，无组织，无纪律，简直是胡闹！
平时老师都怎么教你的？回去我要给你记大处分，写检讨书，好好反省自己。方校长，你看啊，训的也差不多了，这联谊活动马上就要开了。哼，今天算你走运，我还有事要忙。方校长，您放心，我定会好好再教育陈诺同学的。我上个厕所就带他过去啊。老刘啊，你这人上道能处，这次可被你坑死了，少不了要被学校记过。哎，别那么大火气啊！你放心，贿赂的事不会有第三者知道的，我这人言而有信的。我信你个鬼啊！孙可可呢？咦，陈诺，你找他干嘛？他在里面洗澡呢。喏，洗澡。啦啦啦啦啦！啊，那你告诉他，我在楼顶天台等他。嗯，好的。陈诺，你叫我出来有什么事？你看，下雪了。哇，好漂亮！你过来，给你看看宝贝。啥呀？给。这么晚喝会胖的。你太瘦了，胖点好，胖点好啊。讨厌。这家伙就没个正经。你知道吗，我今天特别开心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做了一件一直以来都很想做的事情。以前我总听人说人生总是充满遗憾的。我去你的遗憾，人生于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稍纵即逝。人生一如长河，我要做自己的掌舵人。可可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人生一如长河，我要做自己的掌舵人。可可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说，他不会是想……不行，最多只能让他拉拉手。如果非要亲的话，那亲一下脸勉强还是可以，亲嘴绝对不可以。那个，你会写检讨书吗？你帮我写一份吧。啊，就这个事？受南下冷空气持续影响，金陵地区今天依旧会有强降雪，请市民做好保暖措施，注意出行安全。嗯，昨天才从盐津回来，也不知道那群小家伙收没收心呢。还有可可和那个叫陈诺的同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可可不会被那小子骗了吧？哎，先过去上课吧。上课了，都回到自己位子上。哎，老孙怎么来了？老吴呢？不来了吗？完了，这下没法开小差了。啊？怎么突然安静了？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我操，老孙怎么来了？我宣布一下，吴老师昨晚出门，因为雪滑摔伤了。接下来这段时间由我来帮他代课。为了更好地了解各位同学的学习情况，我准备了一场随堂测试，大家都好好写，考不及格的放学留下来在操场上扫雪。怎么感觉被针对了？错觉吗？哼，男人的直觉果然不会出错，我好像没得罪老孙吧。陈诺。啊，你这是干嘛？渴了吧，我来帮你呀。这小崽子，可恶，我的傻闺女啊。陈诺，今天你也留下来扫雪。我今天随堂考及格了。你是抄同学的答案。陈诺，留下来扫雪。今天没有随堂考。你没交作业。陈诺，去扫雪。今天你一管不整。陈诺，陈诺。来了。你拿扫帚干嘛？去扫雪啊。我可是随时待命。唉，把扫帚放回去吧，今天不扫雪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你就是陈诺吧？你就是陈诺吧？啊，陈诺，
这位是龙潭监狱的张教导。啊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你的母亲欧秀华正在我们监狱接受改造，去年她因表现良好，申请的亲人探视已经得到批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你一直没有去监狱探望。这事应该发生在我出生前，所以我并不知情。所以你母亲委托我们来找你谈谈，她很想你。孩子，你真不想去看看她吗？这孩子心里一定很为难吧。张教导，他是我的学生，我来和他谈吧。要不您先回去。啊，一般来说家属探望是利于犯人思想改造的，希望孩子最好去看看。张教导，我想这孩子可能会有思想压力，还是让我慢慢和他说。您先回吧，有什么情况我和您电话联系。老孙。那好吧，就麻烦您了。张教导请慢走。唉，是个苦命孩子。陈诺呀，你家庭情况上回帮你找档案时我也看了，刚才又从张教导那儿了解不少，没想到你过得这么艰难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想清楚怎么做就行，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有困难尽管找我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饿了吧？走，跟我回家去吃饭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偶尔这样大大咧咧一次，好像也不错。嘿，好，爸，你回来。嗨。陈诺，那家伙怎么来我家了？我穿成这样，事情还那么糟糕。可爱。失策，引狼入室了。陈诺，你把鞋换了，然后先去客厅先写作业。爸，他怎么来我们家了？带着小子回来吃顿饭，你俩都老老实实先去写作。你，陈诺，你去餐厅写。何可，你在客厅写，不许交头接耳。装模作样，不会是怕我爸了吧？嗯 ，biu biu biu。biu biu biu。你爸人挺好。啊，这算是认可我爸了吗？闺女啊，你搞反了呀！这小崽子完全不把我放眼里啊。你爸不对劲啊，一张报纸看了足足两个钟头，你爸有背新闻的爱好。混蛋崽子，可可丢了纸团32次，偷瞄了57次，就真当我是空气了。可可，都7点半了，你妈应该是在加班，我去买点凉菜回来凑合吃一顿。眼不见为净，以后说什么都不能让陈诺来家里了。陈诺，来吃个鸭腿，你正是长个的年纪。爸，你吃。好。陈诺，吃完了就回家，晚了不安全。没事，我走夜路习惯了。啊，舒坦，可可，再来一碗。好。我说你吃完了就吃完了，赶紧回去。爸。哦，我这是提前体验光绪矛盾吗？太小了，应该是孙可可的妈妈。这个味道，这车里的香味和刚才孙可可妈妈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，难道
唉，老孙啊，希望是我想多了。rush B rush B， 我喜剧，我去挂。为什么逃学？害我找了你一上午。嗯，哎，我说，老孙同志，别板着脸嘛，来片口香糖。你小子，哪儿学的这些怪话？也以为这样就没事了？哼，你呀，别为了装酷，把自己弄得跟那些小痞子一样。等你再长大些，回头看，就知道有多幼稚了。你性子又刚，不喜欢跟人打交道，我都明白。但是陈诺，你为自己的将来打算过吗？这是介绍信，我费了不少功夫帮你找了份兼职，我跟他们啊都说好了，你放心去就行。好好攒点钱，未来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，别整天像个街溜子一样。啊，老孙，有没有人说过你这样的人很傻？哼，不跟你啰嗦了，好好想想我的话，下午还有课，我先走了。啊，真累，不过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还挺爽的。抱歉啊老孙，明天我还得继续逃课，探监的事迟早要解决，明天去趟监狱吧，毕竟这副躯壳是他儿子的，就当替原来的陈诺善后了。您好，我叫陈诺，昨晚跟你们预约过来探监的。囚犯欧秀华，你儿子来探监了。小诺，你一直不肯来见我，肯定很恨我吧，都是妈不好。之前是心里有些事没想好，现在都释怀了，我不恨你，真心话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我给你带了些巧克力饼干过来，监狱生活肯定很难熬吧？不难熬，我在这里过得挺好，不用担心。你呢？你过得好不好？我很好，老师同学都很照顾我。那就好。小诺，妈妈一定会积极表现，争取早点出去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抓紧点。你等妈出来，妈一定好好补偿你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小诺，妈还有个事想求你，你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，你可以去看看她吗？她才5岁，我真的不放心，我时常做噩梦，梦见她，这一切都是妈造的孽，是妈造的孽。妈求你，小诺，你能带我去看看她吗？我竟然还有个妹妹。好，我答应你去看看他。就是这里。哦，刘办事员，我去买点小孩吃的零食和烟酒再上门。这大男孩心思倒是挺细腻。我上门看过好几回，你妹妹很乖，很招人喜欢，而且孩子情况特殊，街道办给他争取到了每月200块的营养补助费。而且之前我一直盯着每个月打到托养家庭的指定账户的。您费心了，欧秀华和那个男人双双入狱后，女儿就交给那个男人的亲弟弟在抚养。听刘办事员这么说，妹妹的日子应该过得比奶奶死后的陈诺要好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到了，就是这里。你好，有人在家吗？哎呀，小刘来了，来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啊？这两位是顾叔叔和方阿姨，这是陈诺，就是你们嫂子的儿子。陈诺啊，上门叨扰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这是一点心意。这次来也没别的事，主要是想见一下我妹妹。坐，我让爱人带你妹妹出来，这小孩啊喜欢躲房间玩呢。小陈，这就是你亲妹妹。叶子，这是你亲哥，快喊哥哥。哥，好。孩子有点怕生，平时话也不多，但我们都养得很好的。是呀，我家老顾可疼这个侄女了。你看他这毛衣，也是我家老顾前不久刚买的，
不便宜呢。老顾，照顾好小刘他们，我去厨房准备午饭了啊，中午都留下来吃饭吧，啊？吃吗？平时教导你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，但这是你亲哥给你的，吃吧。你慢点吃，来，这还有鲜贝。嘿，你鲜贝我的，我要吃。小孩子嘛，平时两人打闹习惯了。啊，这个年纪的小孩都很皮，你们还要照顾两个，也不容易。哎，可不是嘛。开饭了，都过来吃饭吧。来啊，来吃，都别客气啊，就当是自己家。叶子，这个给你，你最喜欢吃鸡腿了。来，小陈，你也多吃点。有时间啊，一定要多来走动走动。你妹妹可怜也是真可怜，年纪这么小，父母就出了这档子事。不过好在孩子现在过得还不错，你放心，我们街道办会跟进孩子的生活，不会让孩子受委屈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不客气，我先回去了，手上还有好多事要处理。刘办事员虽然热心，但还是年轻，经验不够，怕是许多东西都没瞧出来。阳台上挂着的换洗衣服，唯独没有小女孩的，必定是连件衣服也没给她买过。身上那件毛衣看着干净，但胳膊肘的地方已经磨平，还有不少线头，样式也不像女孩子家的，多半是自己儿子穿剩下的旧衣服。五岁的孩子吃饭这么快，碗里不剩一粒米，连骨头上的肉都要啃得干干净净，说明平日里根本没得吃。哼，一个月200多块的补贴，拿着倒是香得很，心安理得。难怪欧秀华不放心，来求我来看看。我拿了你儿子的身体，就算是也帮你家里做件事吧。喜欢出声，给我嘴巴捂紧了！真是个没钱货，洗个碗也能把碗摔碎。说，是不是故意的？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们，就是这么对我妹妹的！真是个没钱货，洗个碗也能把碗摔碎。说，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们，就是这么对我妹妹的！你打我男人！你居然敢打我男人！快！你想做什么？小陈，陈栋，快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儿子！你快放开他！放开！放开！哟，原来你没死，你亲孙女被打，你都能无动于衷，儿子有事。就要从黄土里爬出来。大的是害人精，小的也是害人精。大的嫁了我儿，生了小的，我儿就坐牢了。你们一家子都是害人精。哦，懂了，原来是上梁不正，那就拿去做棺材盖好了。识相的让开！哼！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把嘴给我捂住，再喊出声，我立刻撒手。谁要是敢过来，我现在就把他丢下去。你个小畜生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还想杀人不成？妈，你别激他。小陈，你放我男人下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哼，行，终于会说人话。陈诺，有话好好说啊！快拉我上去！喂，儿子，你个爱欠套的短命鬼，有妈生没爹教的小畜生！陈诺，你死定了！你这是犯法，你知道不？我这就报警抓你！要报警是吧？你们闭嘴！想害死我呀？小陈同学，你别激动。我们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啊。嗯，这才像你妈。妈，他拿刀回来了。来呀，杀我呀！我老太婆反正活够了。
就用我的命拿你这个短命的胚子。妈，他拿刀回来了。放心，我今天不动刀，乔把你们吓。不想见血的话，老老实实过来说话。姓陈的，你这么做你不怕后果吗？我告诉你，等我报警你这是要坐牢的。你当我是吓的？我有伤着你了？警察来了又怎么样？顶多把我带走批评教育一下。我出来后，你猜猜我会不会来找你？你拖家带口，我无牵无挂，以后我就拿着刀上你家来。顾叔叔，你猜我敢不敢？你又赌不赌得起？你喂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要为别人想想。不想害死我们你就闭嘴。小郑同学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为了泄愤不至于闹这个样子吧？我们对你妹妹……不用给我废话，这事儿我们简单了结。我要带走我妹妹。我们才是托养人。你们是为了那一个月200多块钱对吧？还有孩子亲生父母留给你们的那笔抚养费，这些我一毛都不要，抚养费也没指望你们吐出来。每个月的善款你们也继续拿着，名义上你们还是托养人，但是孩子我要带走，跟我过。听着，我没跟你们商量，是告诉你要这么做。当然你们可以试试，不同意的后果。我只有一个人，你们家有四口人。哎，你儿子才7岁吧？走走走，带走，以后你别上门就行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好，让我带走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别打我。我不是来打你的，我是哥哥亲的一个妈。你以后愿意跟我过吗？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，而且没人敢打你。你真的不会打我吗？只要你不打我，我就愿意跟你走。成交。还有啊，今儿起叫我哥。哥。哦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顾小叶。屁，这个顾家就没个好东西。你跟着我以后就姓陈，叫陈小叶。小叶子，糖葫芦好吃吗？陈呢？小叶子，糖葫芦好吃吗？陈呢？这孩子是？你怎么来了？打你电话没接，就过来找你啦。没电了。好可爱的小姑娘，这小姑娘是谁啊？陈诺，这个吗？这是我女儿啊。小叶子，叫爸爸。哦，爸爸。爸。哥，我刚才叫的对吗？哥。陈诺，你又不正经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你找我什么事？你这几天去哪了？你知不知道我爸多担心你？他前几天骑着自行车去你们家街道跑了好几趟，就为了给你说份工作。昨晚回来的时候一瘸一拐，说是骑车摔了一跤。泡脚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小腿上老长一道淤青。等我多久了？啊？手这么凉，等了我多久了？就等了一小会儿。走。去我家。不行不行。哥哥姐姐是在谈恋爱吗？我是不是成了电灯泡？这会儿天快黑了，是有点不合适。走，带你们去个快活的地儿。哎，你爸是不是挺爱管闲事啊？才不呢。早些年我爸还在带班的时候，常带一个学生回家吃饭。那个男生家里也没啥人，而且不太学好，总跑出去跟人打架瞎混。有一次我爸为了拦他，抱着他不让走，却被他推了个跟头。
后来那天晚上，他又跑到我家来，给我爸直接跪下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说对不起我爸。后来没几年，那个男生出事了，他被人捅死在了街上。从那后，我爸就再也不带班了。为这事儿，我妈没少跟我爸吵架，因为不带班会少很多奖金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收入。陈诺，我爸不是爱管闲事，他是真的担心你。哦，明白了，你爸是在我身上看到了那个男生的影子，不想我也变成那样。陈诺，我爸不是爱管闲事，他是真的担心你。哦，明白了，你爸是在我身上看到了那个男生的影子，不想我也变成那样。啊，怎么不吃啊？来，都吃吧。哥哥先吃。哥哥有，你自己吃啊。先生，您点的冰淇淋好了。哇，好。嗯，哥，你也吃。你别送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不会烦人的，我会自己洗澡、睡觉，还会扫地、擦桌子。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以后你都和我过，那个地方不会再回去了。好，哥，我会好好听话的，我会很听话、很听话的。好，可可，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不是一个人，不会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的。你也回去跟老孙说说，让他放心吧。嗯，好吧。话说，她真是你妹妹，这么可爱懂事，跟你一点都不像。这事很复杂，三言两语说不清的。哎，你晚上不回家吃饭，要是老孙知道你跟我在一起，恐怕我又要扫操场了。嗯，我爸跟我妈今天吵了一架。嗨，两口子吵架，正常。我爸以前从不还嘴的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妈工作总是忙，然后回来总是挑我爸的刺儿。大人的事儿，你一个小孩子别掺和。老气横秋的，我爸也这么说。嗯，今天他就给了我50块，让我出去找同学玩，别在家里待着。拿来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爸不是给了你50吗？啊，想得美。对。我到家了，谢谢你们送我。姐姐再见。来，抱一下吧。啊，只是送你回家，投怀送抱倒是不用吧。嗯，妹妹太可爱了，要不你今晚在姐姐家过夜啊。嗯，不了，姐姐，我要和哥哥在一起。走，咱们快点回家吧。嗯。孙可可妈妈，嗯，哥哥，起来吃早餐啦！哥，你快点！哎，知道了，先让我刷个牙行不？啊，小叶子，这是你做的？嗯嗯，你才5岁就会做饭？哥，怎么了？哎，没事。嗯，好吃。哥哥快点吃，不然上学迟到了。哥不去上学，不然没人照顾你。虽然貌似在被小叶子照顾。小叶子，你怎么了？小叶子会照顾自己。小叶子不想成为哥哥的累赘，不然哥哥会讨厌小叶子，赶小叶子走的。放心，哥哥永远不会讨厌小叶子的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哥哥可不会骗你。那哥哥去上学吧，我去给哥哥拿外套。终于放学了。哎，放学去哪玩啊？我知道一家新开的游戏厅。老子的自行车呢？靠，敢偷我车。大爷，我自行车被偷了。哦，得了，自己想办法。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。 OK， 搞定。哦，来了。兄弟，你看，没人，快点。嘿，这还是个全新的，今儿运气不错。哎，哼，还真给套着了。
房子街还真是这里，不愧是金陵最有名的二手车行商业街啊。磊哥您在啊？新货十足全新啊，你闻闻，机油味还没散呢。哪儿找来的？哎呀放心，远着呢，从江宁来的。行，还是按原来的行价给。这是十足新的，能不能加点啊？少废话。拍什么拍？干什么呢？啊，老板，打听个事儿。去去去，别说打听去，别耽搁老子做生意。小胆子，来找茬的是不是？嗯，老板，我就想问问，你家保险柜摆在哪儿啊？老板，我就想问问，你家保险柜摆在哪儿啊？嗯，想打架？我因为打架坐牢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喝哪儿呢。我出狱多年后，已学会和谐生财。不再好勇斗狠，才有如今这生。但我狠起来，靠！快下来！嘿！啊！我去！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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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！再说一遍，钱摆在哪边？钱在柜子里。早说嘛！何必遭这罪？嗯，收获不错。奶奶的，见鬼了！还在哪儿浪呢？都给老子回来！家让人给抄了！老板，来份生煎，再来份馄饨。呵，估摸有四五万，嗯，没白来这趟。味道不错啊！快快，都下车！老板，生煎包再来八个，打包好了，我一会儿来拿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哎呦！找，给老子把人找出来，不要弄死他个小崽子！6万呐、啊，被那小子摸走了6万，那可是这两天要收摩托车用的。老大，那人长什么样子？长得一个半大小子，一头白毛，年纪不大，是不是走路还晃晃悠悠的？对，没错。我操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老大，你看那个像不像？你小子还敢回来？我刚才也没说走，我车还在这儿呢，就是出去吃个饭。你这家伙，上哪！弄他，往死里弄！锁门，锁门，别让他跑了，钱就在他身上。别急别急，你们都是我的瓮中之鳖。去死！这扳手不错，我就借来用了。完了，踢到铁板了，这还算是人吗？大哥，我知道你实力了，你看，这就当是个误会，成不？别啊，还有多少人都叫过来吧，今晚把事儿全办了，我给你时间。大哥，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钱也拿了，人也都躺下了，左右不过就是一辆自行车呀，没多大事儿啊。自行车我骑腻了，你这儿给我找辆带劲点的，如何？好说好说，只要大哥属下肯，我包大哥满意。大哥，这辆我上礼拜才收回来的，从上到下都改了，漆都是新喷的，正宗货，喷气管还是我亲手给上的。您看，满意不？就这？还缺个头盔吧？有，都有。
碳纤维材料、防雾气镜片，这车还有这头盔，我都是原本收了没打算卖，留着自己玩的，但我一次都没用过，您拿去玩吧。哼，还算懂事。本来嘛，这么饶了你也行，但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我最讨厌剃光头的。你说你们这种人，剃个光头装狠人，上街吓着小朋友可怎么办？大哥，我这不是剃的，我是油脂性脱发呀。你干嘛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学校门口，我叫一声就能喊人来。喊呗。哦，陈诺，你这摩托车哪来的？喏，带上，我带你兜一圈，老孙加完班钱我送你回家啊。这么冷的天兜什么风？哎，这胸针挺漂亮的呀。你往哪看呢？这很明显啊，之前都没看你带过，哪来的？前两天我妈带我出去吃饭，桌上有一个叔叔送我的见面礼。这东西不便宜吧？一个别针不值钱的吧？再说了，我妈也同意我收了。这可是凡客而宝啊，在这个月工资几百块的年代，五位数的售价就不值钱，不兜风就算了。喏，这个给你，拿着。嗯，什么？好吃的。居然是热的，这包子应该他还用胸膛捂着才没冷吧。进来。爸，该吃饭了。啊，这阵子啊忙着新学期分班的事情，麻烦你天天给我送晚饭了。爸，快去吃吧，别饿着了。爸，你去沙发那吃，让我坐下你的位子，感受一下做领导的感觉。哎，你爸这算什么领导啊？明年开学见。可以痛快玩一阵子。希望我们能分到一个班。陈诺，你这次的期末考试成绩不错，期待你下学期再接再厉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我听可可说你把你妹妹接过来自己再带，那怎么行呢？你自己还在学习，哪有时间照顾孩子呀？嘿嘿，我可以逃课啊。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合适吗？你这孩子也太莽撞了。这样，回头我帮你介绍个好点的幼儿园，下学期开学你就送过去吧。上辈子养萤火虫他们的时候哪有什么儿童看守所，都是野生长大的。可可，应该是你妈回来了。陈诺，这是你杨阿姨。哦，杨阿姨好。这是我学生，叫陈诺。你好，我先去卸妆，待会儿准备晚饭。大家好，我叫李颖婉，很高兴来到这里。大家好，我叫李颖婉，很高兴来到这里。大家好，我叫李颖婉。妈，你真要让老妹出国去江宁读书吗？这是你妹妹的意愿，即使是为了我们的家族，你妹妹也必须过去，找到那个少年。哼，这就是老孙推荐的幼儿园。电视。
叶子，以后你周一到周五就寄宿在这里，周末我接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嗯，哥，你以后周末都会来接我的，对吗？当然，我今天放学了就来接你啊。没走错教室 啊，差点忘记新学期分班了，难怪会有许多不认识的新面孔。哎呦，哟，陈诺来了呢。不要闹，快上课了，都回座位。啊，你真坐这里啊？你反对？宣布一下，以后由我担任你们班主任，一直到你们毕业。陈诺，到。你给我坐那儿去，这学期我会好好盯着你，上课别想偷奸耍滑。老孙啊，真不至于这样。别过来啊，别过来啊，我不想被连累啊，我还想上课看小说呀。兄弟，你抛校花不要紧，我现在看个小说都不能安心了，被你害死了呀。寻秦记，哼，我看过，但我还是更喜欢金庸先生的白马啸西风。哎，陈诺，瞧不出来，你也是此道中人。都慢一点，不要挤呀。哎，叶子，怎么了？里面有人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怕哥哥不来接我了。傻丫头，怎会呢？走，哥带你蹭饭去。哥，咱们是去姐姐家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不是又要变电灯泡了？切，小孩子哪懂来的这些玩意的。陈诺，陈诺，陈诺，挺快啊。罗青，谢了，单车还你。哇，这是你妹，拿着，这巧克力给你吃。我是你哥哥的朋友，叫我罗青哥哥就行。嘿嘿，叶子，拿着吧。谢谢罗青哥哥。哎，你这妹妹太可爱了，当年我爸妈给我生个妹妹就好了，可惜我爹结婚晚，40岁才生的我，现在已经57了。老爷子这也算是老来得子了。陈诺，本来说好今晚去我家吃饭的，但谁知道我爸又要加班，听说下周一教育局要来调查。那正好，一起去东山那边新开的游戏厅玩吧，玩爽了，晚上我请你们吃全家桶。我去那头玩极速飞车，你们三一起玩。嗯，男人的友谊啊。陈诺，我们去玩投篮吧。啊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带我们先去玩。导哥，喝尽兴了？必须尽兴，算你们这帮兄弟没白教。我上午才在医院拆完石膏，你们立马就赶来给我庆祝，义气。导哥，你快看，那是谁？谁啊？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、啊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哥，哟，刀哥出院了呀？哪个不长眼的？没看到老子正在滚开！我刀哥跟刀嫂说话，你小子哪儿冒出来的？找抽是不是？谁呀、啊？说要抽我朋友？陈诺，别怕，是谁要找事儿啊？我看你小子也找抽是不是？来，抽我！我爸是罗大铲，你抽我一个试试？来呀、啊！罗大铲，你是罗少爷？误会了，罗少，我和你同学只是说点事儿，我们给罗老板面子，这就走。胡乐哥，有人要抽我呢。你管不管？我操，青子，你没事吧？
等下就有事了。他说他要抽我。我操，我不是我说的。你小子胆肥呀、啊。大哥，误会，真的是我。出走。我没说要抽。大哥，我错了，我说了给罗老板面子的。去你奶奶个腿儿！一个小鸡崽子一样的东西，就配说给我老板面子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饶了，饶了我！太残忍了。青子，怎么说？算了算了。滚！行了，青子，我走了，有事叫我啊。好。忘记说了。这个游戏厅是我爸开的。你这哪是富二代啊，分明就是个黑道太子的架势。什么太子啊，我平时可不问我爸的那些事儿。不过以后有人欺负你，我给你出头。谢了。饿不饿？哥哥带你去吃炸鸡。没想到罗青是罗大厂的儿子。对上辈子从小在金陵生活的我而言，罗大厂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他早年是国营砂石厂里拿铲子的翻砂工人，后来发迹成为江宁区道上的风云人物，靠黑吃黑打下不小的家业，只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当更大的势力盯上这里，罗大厂的人生最终惨淡收场。算算时间，罗家大概还能风光个一两年。走喽。不过这个罗青倒是挺踏实低调的，就爱看个小说，跟人打交道都很和气。学校办公室灯都黑了，我爸又不在家，那还能去哪儿呢？难道可可、有个事儿求你，我今晚有点事情要出门，能不能先把叶子放你这里帮忙照顾一下？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？别问了，我明天早上过来接他。这里是杨阿姨上班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，老孙应该就在附近。这辆车看着挺眼熟啊，黑色的，果然。先生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姚卫山！哎，什么人？远点！让他过来。老孙要干什么？我现在只有这些，你们先拿去。滚！哼，废物！我都给你，都还你还不行吗？这造的什么孽呀！老孙，小易，看你做的好事，你做的好事啊！你打吧，打吧。老孙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要打要骂我都听你的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老孙给那人钱，看来事情恐怕未必像我之前猜测的那样。哎，校门口好像有人干起来了，走去看看。孙生必是老赖，欠债不还枉为人世。老三，让让一让！欠债不还，天理难容。孙兄弟是老赖，欠债不还，枉为人世。怎么会？那边的，我认得你，你是那老赖的女儿吧？闭嘴！有什么冲我来？你们跑到学校来做这些，想要干什么？钱我会还，还有两天时间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闹？不要在这里打扰学校的秩序。拿了钱，走，走！哎，孙主任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我们也不想这样。兄弟们，前车，两天后再来。爸，爸，都别看了，上课时间，大家都回去，继续上课。那人追债都追到学校里来了，老孙这是
平时看挺威风，原来是个老赖呀、啊！老孙一定不想女儿看到自己狼狈的表情吧？毕竟支撑了他半辈子的那个属于他的世界，他怕了。陈诺，孙可可她没事吧？啊，老孙说回去处理点事，我让他跟老孙一起回去了。现在风言风语太多，可可没法待在学校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哎，罗青，能帮我两个忙吗？啊，你说。帮我打听一下，刚才来催债的人是什么来头？就算是催高利贷，也没这么闹事的。这行你爸那群手下应该熟，帮我打听一下是哪家做的。没问题，我一会儿给呼噜哥打个电话问问。不过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山人自有妙计。好，那第二个忙呢？帮我向老师请个假，理由嘛，就说我去执行正义了。就这样，先回去了。打听到了消息，记得发个短信给我。罗青这小子办事还挺快。三楼的国华财务公司是这里了。干什么的？找人。找什么人？找你。什么？有刀的拿刀，有枪的拿枪。算了，估计你们也没有，帮个忙，反抗的激烈点。混蛋，去死吧！哼，做事这么脏，洗洗吧。不够激烈，你们别光看戏。兄弟们，收！把家伙干掉的，冲啊！我没看错的话，你是这的法人代表吧？我只是个打工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真老大，就一背锅的。现在我问你，你最好老实回答。我这个人特别讨厌别人撒谎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刚才是第一个问题，你回答的声音太小，我不满意。很好，现在声音大多了。现在我继续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崔国华。干过事没？我。放过，坐过三年牢。什么罪？上人。很好，你看，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信任。那么，你们这儿有保险箱吗？有。用钱装满了，装不满，我就把你装进去。都在这儿了。哎，还是打秋风来钱快啊。最后一个问题。你们的客户资料还有契约在哪？大哥，那个不能碰啊，我会被弄死的。不说。我说我见过第二个抽屉里。找到了，搞定。剩下这些世人骨血的资料就让它化为灰烬吧。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？你敢动客户资料，就是断我老板财路，也是不给自己留后路。你老板是谁啊？我们老板就是萧国华。我现在知道了。靠，上道了。好了，把手机交出来。萧国华是吧？萧总，您慢走。奶奶的，今儿这事儿谁这么大胆子？大铲子，傅大庆，小棉花，都不像啊。萧总，我送您上车。不用。难道是条过江龙？过路这儿刚好短了财，盯上我干了票。哼，就算是过江龙，
遇到我萧国华你也得盘着，哪怕把江宁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你揪出来。哎呀，老魏，回家。是回家的路，这是开出城了。行，醒了。兄弟，哪条道上的？是短了财路，还是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？别嫌少啊，哥哥身上就带了这么多，就当是交个朋友了。江湖救急啊！要是有什么过不去的，跟哥说，哥在本地还算有点实力，太极端的事咱犯不上，你说呢？肖老板讲话就是上道。我以为是流窜抢劫的，他竟然知道我是谁，这是冲我来的。兄弟啊，不至于的啊，少了你说个数，哥哥能给你凑就给你凑出来啊。不错，倒是有几分气度，难怪你能混出头。上神了就麻烦了，得叫人。我劝你就别打电话了，这地方偏，你的人就算能找到，至少也得有一个小时吧。一个小时够我挖个坑把你埋了。不至于，不至于的，兄弟，多大仇啊，哪有过不去的。那我就和肖老板谈谈。肖老板最近生意繁忙，听说您在音像那儿还养了个小子，去年给你添了个儿子。瞎忙而已。累的话放个假吧，那儿乱七八糟的事儿最近就别操心了，陪陪老婆孩子挺好的。是这个道理。兄弟，你说要哥怎么做？我听说东南亚现在挺暖和的，去那边待两个星期吧。行，我明天就让人订机票，带家里的一起去玩一趟。那就聊到这儿，我就不送您回家了，您自个儿叫辆车来接吧。不劳烦兄弟了，这车你拿去开就是。我靠，要是刚才说错一句话，这坑就是给我准备的呀。喂，老四，把人都叫回来，白天的事别打听了，这事我吞了。还有，给我订机票去东南亚十日游，老子请客，让兄弟们都去那啥团建。对，去团建。陈诺那小子当初为了去燕京贿赂我的卡，这下可派上用场了。先生，您的购物卡余额不足。啊，我知道，差六块对吧？我付现金。差504.2元。啥？那这个购物卡里还有多少钱？余额还有1.8元。陈诺，您做个人吧。老孙，这大晚上的跑来酒店，难道是开房？嗨，我也是吃饱了撑的，管别人家事儿干什么？刚我好像看见陈诺了，难道是被那小崽子气眼花了吧？哟，胜利来了，坐吧。刘卫山，这么晚约我过来，你想怎么样？老孙啊，我们有多少年没有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？十几年了吧，自从你出国之后，我是没想到你还会回来。其实去年就回来了。哎，小易没告诉你吗？我回来投资一个项目，刚好和小易的单位有些来往。刚好？那还真是巧了。行了，几十年的交情，你我就开门见山吧。我承认是我故意把项目放在本地，然后和小易碰面。所以你设了局，让小易一头栽了进去。你这么说可就是诛心之语了啊！我只是指点小易做了点金融投资，让他赚点小钱而已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帮他开了个 M 国账户用来投资。没想到啊，他胆子那么大，一下都投了进去。
期货市场诡谲难测，小易真的太莽撞了啊！是他莽撞，还是你故意给他设了局？他不懂期货，你带他赚了点甜头，还帮他开户，然后让他自己去做，那可是期货。等他越陷越深，发现自己扛不住了，找你求救。你是怎么救他的？你又投项目的合资公司的账户，让他支走了几十万，你做的好局啊！一个被永金名义，他能支出几十万，你不给签字，他能拿到钱吗？现在财务上他是支款人，被永金被他签字拿走后，他刚把钱弄去，平了期货的亏空，忽然你们公司就要盘查账目，这是巧合吗？你步步为营，就是为了把他往火坑里推。小易性子是冒进了些，但要不是你跟他说你有内幕消息能稳赢，他敢把钱都砸进去吗？他那是信任你。孙胜利，没证据的话就不必说了。你觉得他为什么那么信我？若是十几年前他跟我出国，如今也就没有这么复杂的事了。金林，有我割舍不下的人啊。魏山，你不要无耻！小易现在是我老婆。你觉得我说的是小易吗？是你女儿，不，我女儿孙可可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懂你说什么。你养了十多年的女儿孙可可，其实是我女儿。我不懂你说什么。哎呀，老孙呐，当年其实你已经懂了，只是自己从来不敢深想，对不对呀？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前年吧，一个国内的朋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我就再也放不下了，有种羁绊叫血浓于水啊。老孙，我也不想回来的，可我得了场病，没有生育能力了，所以我不会退让的。可可是我的女儿。哼，你女儿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她哪点像你？这就是我姚伟山的种，错不了。来，大家掌声和祝贺。你怎么跟个孩子似的？恭喜，喜得千金。今天你生日，妈妈准备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可可是我女儿才对。我知道，你把他们当宝一样。小易闯了祸，你都没舍得动他，还四处求告借来几万，但不够呀！啊，你只能找了高利贷，可是还是差着数。你昨晚拿着钱堵我，是想让我把公司里的事情按下去吧？嗯，可是你觉得我会吗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嗯，我要可可，我要你女儿，不，应该说。我要我女儿。不可能，你死了那条心，可可是我女儿，我不信你的鬼话。老孙，看来你还不死心。行，那就让你死得痛快点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老孙哟，都来了。哼，都来了好啊，既然人到齐了。哼，来来来，你告诉老孙，可可到底是谁女儿？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放开他！我说，放开我老婆！好，这一巴掌，就当是你为我养了可可十几年，不和你计较。你告诉我，可可是我女儿，对不对？她就是我女儿，对不对？老孙，我对不起你，
我当初嫁你的时候就怀上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刚好你就接受了我。老孙，你是个好人，好丈夫，好父亲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好了，你要的画面你看到了，姚卫山，哥哥我不会给你的，你死了这条心，我们走。等等，公司盘账最迟就在下周，你真准备看着小易坐牢吗？这个卡里有100万，可以解决你现在所有的困境，还有不少剩余。只要你签下这三个合同，亲子关系鉴定的证明书，断绝父女关系的声明书，以及抚养权转移的同意书，让可可跟我去 M 国过最富裕的生活，这100万就是你的。老孙，我知道你性子倔啊，我给你3天考虑，3天内你来找我，一手签文件，一手拿钱。今晚爽啊，比4年前把那个一直和我作对的人逼死还爽。等把可可带到 M 国，孙胜利你的日子也就到头了，斩草要除根啊，得彻底踩死你才行啊。你是什么人？哎，晚上好。这位兄弟求财，求财的话可以商量。不求财，求一个公道。来人呐！突然动不了了，难道他是？跑？跑哪儿跑？别白费心机了。你是异能者？难道是那个属于你们异能者的暗网上有人悬赏我？说，知道的挺多，但可惜你猜错了。来，喝完它。现在，我们聊聊老孙。你为老孙来的？那个窝囊废老孙？我也见过不少坏人，你不算最坏的，但是够恶心。老孙这样的老实人，你也玩弄他，羞辱他，还想除掉他？老实人上辈子挖你家祖坟了，还是怎么的？兄弟，可以谈谈啊！我立刻收手，孩子我不抢了，我发誓，我立刻回 M 国，我证明给你看。喂，赵经理啊，是我，公司的盘证立刻取消，对，不盘了，立刻执行。你看，我放过了孙胜利一家了，你不能杀我呀！我可是掘金人，背后有组织的。没用的，我不信你，因为我太了解你这样的坏人了，我原来也是坏人来的。你背后的组织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洗了热水澡出来后喝了一大杯烈酒，法医判定死因会是脑溢血，奈何桥上喝孟婆汤的时候记住一句话，下辈子别再欺负老实人了。这么晚咋回去呢？哦，是老孙的车。这么晚咋回去呢？哦，是老孙的车。老孙啊，偷你自行车，真不是我要欺负你这个老实人。今天怎么右眼皮老跳啊？我靠！妈呀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唉，还是你这里舒服。我操，哪来的小鸡崽子，你不把自己当外人呐？去你，怎么跟我大哥说话呢？大哥，今天你看上了点啥？随便拿。今天不缺东西，我就借你店等个人。您坐，我去给您沏茶。哥，这力道得劲儿吧？嗯，马马虎虎吧。老孙，陈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今天又逃学？嗨，我这不是得打工攒生活费吗？啊，这是老板磊哥，为人热情大方，
啊，我跟他这打工还能学点本事。没错，他是在我这儿打工的。哦，那麻烦您了，这孩子性子不坏，你好好教他，若是不听话您管批评。老兄，你是来看车的？啊，昨晚车骑外头丢了，只好来讨辆便宜的，能带步就行。那老兄找对人了，看上啥我进价卖你。这怎么行啊。哎，老孙，你看这辆怎么样？老板大酬宾80。什么什么80？50。这辆二手的50就出。磊哥，上午您不是还要去财务公司查账吗？啊，磊哥还开了个财务公司，往外做小额借贷的生意，他做人诚信，生意不小呢。我还做放贷。做啊，都是大家伙财，同行衬托。可以留个电话吗？我有需要的话找你。成。大哥，您看我刚才的表现没毛病吧？磊哥，我觉得吧，你这样的人以后活该要发财的。再拜托你件事，我来时代的包里有30万，你想法子把20万借给刚才的孙老师。明白了，您这是要下套弄他家房子。想什么呢？不谋房子就把钱想法子借给他，利息低点。懂了，你放心。大哥，那剩下的10万呢？就当还那辆摩托车以及你们的医药费了，再有多余的你拿去治治头发吧，年纪轻轻兴许还能长出来。大哥，您太懂我了，别人只看到我秃头后的狠，而您看到了我心里的痛。好了，慢走啊，有空常来。老大，为啥对一个毛头小子点头哈腰？你懂个屁，这是玉贵人，这位小祖宗伺候好了，我们今后就能顺风飞起来了。潘德森先生，我们先送您回酒店。不，请带我去警局吧，我想尽快看到关于姚伟山的案卷，总部公司需要尽快得到消息。请带我去警局吧，我想尽快看到关于姚伟山的案卷，总部公司需要尽快得到消息。喂，是我，已经抵达姚生前入住的酒店，警方的案卷也看过了。16号掘金人的死因为沐浴后过量饮酒导致的脑溢血。既然正常，那就快速了结吧。可姚的死让我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敌意，所以我做了进一步调查，发现了一个疑点。姚在生前和一个叫杨小艺的女人联系频繁，且死亡前最后见的人里也有她，而且还有她丈夫。你想说桃色仇杀？不能排除，姚虽然是掘金人，但本质上还是普通人，并不是我们异能者。好吧，我可以给你3天，记住 H 国的4号掘金人死亡被列入了重点调查，那里更需要。沉默，我头好晕。好烫，怎么突然发烧了？家里暖气坏了，可能昨晚着凉了。那个，我爸妈应该都不在家。自从学校讨债风波后，为避人口舌，老孙就休了病假，现在应该是去找磊哥办借贷了。家里有人。哎，哥哥，你先走。光天化日的就敢直接摸到家里来，离得好近。好困啊。喂，先别睡，你家感冒药在哪儿？我去给你拿药。好像在我爸妈房间的抽屉里。睡意有点功夫。感冒药。肩膀肌肉松弛，没有任何戒备，这是个普通人。是个高手，而且有异能波动，那就不是普通毛贼了。啊，找到了。哎，哥哥，起来吃药了。人走了。睡。我不困。哼，跑得挺快。
难道真的只是意外吗？难道真的只是意外吗？嗯？老板，一碗面，再加个蛋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哼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深渊组织的安德森。要不要埋了他？反正上辈子也埋过一回。深渊，地下世界的 B 级组织。该组织有几个实力不俗的奇异人士，做过很多见不得光的任务。其中实力最强的是他们的首领，外号船长的绝世极逆能者。此外，组织里还有一个角色叫掘金人，专门负责搭建社会关系网，为组织赚黑钱。按照上一世的推算，我会在3年后一举团灭深渊，由此打响我在地下世界银楼的名号。这次深渊再招惹上门，要不要出手？不妥，安德森要是出事，老孙一家肯定会遭殃。而且重新踏入地下世界过一辈子，我腻了。既然老孙的名字也已经被划掉了，安德森，算你命大。陈诺，我可是学校奥拉猪窝，没人能突破我的梦幻脚步。哼，花里胡哨。啊，陈诺帅，好喜欢，好帅。陈诺，给我这正值青春少年，就提前进入保温杯里泡枸杞的中年生活了。我爸说运动完不能喝凉水，不然将来老了会得胃病。他还说喝枸杞对肾好。陈诺，听说你很高调，老子不爽你很久了。谁啊？乡巴佬，连浩南哥都不知道，道上人称铜锣湾扛把子陈浩南。没错，我们学校唯一的哥，浩南哥。哈，原来是浩南哥，久仰久仰。呸，中二。哼，陈诺，今天这顿揍就算是耶稣来了，你也躲不过的。我说的。欧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花二哥保佑。我尼玛，又是个校花级别的妹子。我尼玛，萤火虫怎么在这里？我这是被绿了。那可可还在后面看着呀，这种修罗场要怎么破？那可可还在后面看着呀，这种修罗场要怎么破？告诉他我有个双胞胎兄弟，或者大喊非礼。不行啊，太侮辱人智商了。陈诺，是男人就出来单挑啊。好嘞，浩南哥，就委屈你一下。单挑就单挑，高年级混黑社会就了不起啊？别以为我怕你，我今天夺了你的龙头棍，让你知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。哎，快让我送你去医院，不然叫你龙头棍不保。快送我去医院，我你们感觉是真惨了。陈诺，欧巴，刚才老大被秒了，然后直接被扛走了。我看好像是啊。陈诺这个老阴逼下手太狠啊。陈诺，欧巴，欧巴，你跑去哪里了？是我，你怎么？欧巴，别动！欧巴，欧巴，欧巴！别欧巴了，你给我惹麻烦了。先说，怎么找到我的？我记得你外套上的划纹，就让妈妈给我转学来这里了。当时我正在校长办公室办入学手续，然后听到操场有吵闹声，就看见你了。这也行。
就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。喂，你也不想给我添麻烦吧？嗯嗯。那我得给你立点规矩，你能遵守？请听欧巴的。第一，绝不能透露我在 H 国救你一家的事。嗯嗯。我成了超级英雄身边我一直都他身份的伙伴。第二，我俩怎么认识的？需要编排一下。你就说是前几天修车在我打工的店里认识的。爸，你要走了吗？嗯，还有人追出来呢，总不能落下不管吧。陈诺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大猪蹄子。来，给。哭什么呢？他为什么那么抱你啊？当你被女生的问题逼到墙角时，先别回答，要跳出惯性思维，反客为主。你就为这个哭啊？你是不是认识他？怎么认识的？你跑出来的时候没看到其他人吗？没有啊，我就追着你们跑的。那个蚂蚱一样的女生呢？她还跑在我前面呢。我没见到啊，她跑出来了吗？你不要问我了，你和那个女孩什么关系啊？这小妮子一根筋不上套啊。陈诺，哎呦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快跟我回去，方校长都快急疯了。你们这种行为很危险，知不知道？现在就喊打喊杀的，走上社会还不拿刀拿枪啊。方校长，人找到了。又是你小子，年轻那事儿我还没忘呢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一伙人打我，我打不过就跑了。打你？他们怎么不打别人？你们这叫一个粪坑里的搅屎棍，难免磕碰。合着我被人欺负得留着挨几棍子才没错是吧？你什么态度对校长讲话？是不是想让学校喊你爸妈来？不劳您费心，我现在就回去喊。你无法无天了，我就不信你爸妈管不了你。方校长，陈诺他爸妈离婚了，爸在美国，妈在监狱，唯一的奶奶去年也去世了。啊，哎，你不早说。车就走了，我的问题还没问完呢。哼，真是机智的一批。我是谁啊？这是哪儿？我做了什么？对了，我是陈浩南，陈诺，我和你不共戴天！混账，闯祸了不敢回来了，校长都找到家里来了，看老子今天不好好收拾你！陈诺，我把这件耳光替你罩上了。陈诺，叫你过来呢，也没别的事。听说学校来了个 H 国的转校生，你们还认识？哎，看小妮子眼睛都肿了，肯定在家大哭过，被老孙追问了。啊，这事儿啊，说来也巧，就在前两天，我在磊哥店里学修车，他刚好车坏了，过来修车认识的。他一个外国女孩，年纪又不大，就见过一次面，对你这么热情，大概因为我长得帅吧。陈诺确实长得不错，又都是这般年纪，相互吸引也正常。使劲聊去，要是聊出火花了，就不会祸害我家小白菜了。那行，也没别的事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行了，别瞎想了，回去吧。啊，我都还没有像他那样抱过你呢。有点重啊。讨厌，明天见。胖点确实好啊。大家安静，这位是来自 H 国的李莹婉同学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莹婉，很高兴来到这里。李莹婉同学，你就坐到最后排陈诺旁边那个空位上吧。老师，新来的同学是国外人，可能华语不好，坐最后怕他听不清楚讲课。陈诺，快看，暗战现在就开始了，需要帮忙吗？哎，老师，让他坐我这儿吧，
我往后挪一排，和陈诺坐一块。行，就这么办吧。兄弟，回头打算怎么谢我？你好，同学，我叫……多谢关二爷保佑。关二爷，要尊重外国友人的宗教信仰。这菜一点肉也没有啊！哼，还挺挑。吃吧，猪肉三鲜馅儿的。嗯，好吃。可可，过来这里，我们一起做吧。好。欧巴，原来你在这儿呀！欧巴，你在吃什么好吃的？包子。啊，我也好想吃啊！啊。欧巴，就一口，不要这么小气。拜托嘛！这怎么破？陈诺，救星来了！哼，今天我是不会放过。我操！浩南哥，你又受伤了。你干什么？不要啊！不要！哎爸，浩南哥别怕，我送你去医务室。我叱咤风云的江湖生涯彻底结束了。四号掘金人何正宰的尸骸我们已经找到了，我会尽快把调查结果发送回去的。做得很好，但报仇就不必了。一个掘金人而已，但我们要释放一个讯号，随便动我们的人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好的。哎，老孙啊，真不是我想逃课，教室那修罗场完全不是人待的呀。正好想吃生煎了，唐子街走起。哎，挺安静啊，这是有人来砸过场子。嗯，挺安静啊，这是有人来砸过场子。啊，大哥，买几个包子。请问你知道对面车行老板去哪了吗？来取车的，别等了，一大早让人给绑走了，据说是李青山的人干的，落他手里回得来回不来可就不好说喽。李青山。问他想明白吗？山爷，你这么做不合规矩啊！大哥，他说，我听得见。既然没想明白，接着再泡。李爷，别泡了，别泡了！您高抬贵手，铺子我不要了，可您好歹多给两个呀，兄弟们都要吃饭的呀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价还价？你认识的那位大哥这次进去没个十多年，怕是出不来了，不然还真不好动你的铺子。这个磊哥看来不是个没脑子的，知道为将来做打算。嗯，这条路子我给你50万，你这个买卖干得下来吗？我琢磨总说黑车也不是个事儿，所以我本想今年联系一个电动车的代理。我给你50万，你这个买卖干得下来吗？干得下来，我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凑个70万，够把旁边的店面代理都盘下来，还能拉过来几个强将，这架子就有了。行，明天我把钱拿给你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好，以后我就给您打工了，这买卖您是老板。嘿嘿。哎，我不是入股啊，钱就当是借的，有钱了还我。大哥，你真是我的再造父母，大雷我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。不见了。大哥，我错了。李银婉，我给你写了封信。啊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可是，我不喜欢你，
这一天世上多了好多手上的小心灵。孙可可，你可要加油啦。他受欢迎关我什么事？再说了，他不是想黏着承诺吗？可他现在连承诺在哪都不知道呢。他不知道，我知道啊。承诺。可可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从江宁一路骑过来恐怕要一个小时，这初春天气着凉怎么办呢？磊哥，找件外套给我，厚点的。好嘞。来，冷不冷？不冷。来，新的，我没穿过，这个加了棉的，挡风。这位小美女是？哦，她叫可可，是老孙的女儿。难怪大哥这么帮老孙啊，原来是为这小姑娘。来，我给你穿上。有人。我还有事忙，就先进去。我来载你。夫人。到家了。虽然夺回了丈夫的公司，但管理起来还是很艰难，我要更强大才行啊。江英子女士。什么人？你可以叫我安德森。我今天的来意很简单，就是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不管你是什么人，立刻从我家里消失，不然我马上报警。看来你并不打算合作，不过我有办法可以让你说出我需要的消息。蜘蛛，抓住他。放心，我们的动作会很快的。一个单枪匹马的少年救下他全家，女儿转学去找那个少年，而十一号掘金人姚卫山关系网中的孙胜利刚好是那所学校的老师。我似乎知道那个少年是谁了。我们马上出发。他怎么处理？留着他暂时替我们管理何正宰遗留的产业，但不要让他记得我们来过。哥，我是不是你的小狗狗？啊？男孩子带小狗狗出去逛街，能讨女孩子喜欢。你今天带我逛了十条街，有53个姐姐和你留了电话号码。你从哪知道这些教坏小朋友的话？秘密。看来我有必要去一趟幼儿园，和园长探讨下校风建设。欧巴，欧巴，这就是你的妹妹吗？啊，别怕，这是哥哥的朋友。我听同学说你有个妹妹。哎呀，嗨，你好，我叫李银婉，是你哥哥的朋友，我可以和你玩吗？我叫陈小叶，我属牛，我属鼠，我姓关二哥，我姓观音老母，我叫他欧巴，这我们家户主。这两天不该给孩子看春晚小品紧急的，先快上楼吧。我的给妹妹，那小叶子的给姐姐。对了，欧巴，你之前让我练的绕口令我练好了，所以才敢来找你。这么快？那你说来听听吧。我每天都不吃饭不睡觉的在练习。八百表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炮。哥，他背的好像不对。啊？怎么会不对呢？我可是很认真的练习的。叶子，给他说个正确的。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，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。等一下，你们都是这么念的吗？哥哥都是这么教的。叶子，给姐姐再念一段。好嘞。小了白了兔，白了又了白，两了只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。小叶子，再来个。啊！关二爷救命啊！记得啊，没练好前不能主动来找我。小姐，请上车。唉，这下应该能安生一段时间了吧？阿尔法汇报，李银婉离开，目标人物上楼，没有异常。你继续监视，暂时不要管李银婉，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年轻人。你确定这个叫承诺的
就是 H 国出现的少年。会不会我们定错了人？我的推断不会错。准备一下，今晚的调查行动升级为抓捕行动，不管他什么目的，先抓回来，总能问清楚的。好吧，医生在后门，猎豹在6点钟方向的街道，现在动手吗？让阿尔法负责狙击，我们负责正面强攻。医生和猎豹随时待命，如果目标逃匿，立即动手。阿尔法，5分钟后动手，准备好你的枪。抱歉啊，你说的那个阿尔法现在可能没法和你通话。你们快点过来，我时间不多，还要回去洗碗呢。你今晚死定了，惹上深渊你、弱鸡就不要想存在感好吗？住手，放开他。不想放呀，怎么办？猎豹，去抓住那个小女孩。收到了。在威胁我，安德森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一个，猎豹，动手，弄死那个女孩。我动不了。第二个，隔着20多米，将猎豹直接一把抓过来。这种能力，见鬼！他是掌控者，扰乱他。精神冲击。第三个，你去死吧！定，别急，是最后一个。医生，好久不见。你是什么？啊！我的手！啊！你别过来！控刀，上辈子我就知道了。第四个，现在到你了。该死，遇到的是什么怪物？想跑？船长，很抱歉，包括安德森在内，你的5名手下都死了。你要是方便的话，派人过来给你的5个手下收尸，记得做得干净点。然后，让你所有在东亚的人带着尸体全部滚蛋。你是谁？想报仇？那听好了，风罗。船长折损一批精锐属下，暂时应该不敢轻举妄动了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这两天还是得暗中保护好小叶子。离之前的巅峰期还是差太多，对付几个杂鱼都会透支力量被反噬。算了，原本我的力量就不该存在于世上，我算个 bug 吧。欧巴，欧巴，我给你带了生鸡汤，快喝吧。没胃口。欧巴，你就喝一点嘛。妈妈说感冒就要多喝鸡汤补补身子。欧巴，晚上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买。蟹子拌饭吧。哦对了，再弄个凉面。臭不要脸的，还点上菜了？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好的呢，欧巴，我去准备啦。味道还不错。承诺，快把这个穿上吧，天气这么冷，你又生病，要穿厚点。可可，你把你爸的毛衣拿出来，老孙他知道吗？我爸在家睡觉呢，少一件衣服他不会注意到的。哎呀，你快穿上吧。这毛衣实在有点丑啊。别人的鸡汤你就喝，我穿。要不要跟老师再请几天病假休息？你看起来状态很不好的样子。算算时间，确实又到了办事的时候了。正好磊哥店里要进一批车，我想跟着去出差，学学以后怎么做事。出差？放心，就几天。小叶子的话，周末就麻烦你照顾了。嗯，
好。你好，我要去卢拉卡，然后去 EBC， 短时间帮我联系一下。我刚好有位老朋友包下了整架飞机，但你知道这可不便宜。哦，我想我那位朋友是很慷慨的人，他应该不会拒绝一个年轻的登山爱好者。哎，姑娘们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本叔叔，可以出发了吗？听爸爸说还要等一个客人。好像我们迟到的客人快到了，我们先上去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好，是维尔新介绍的客人吗？我要先看一下你的护照，先生。No problem。你的英语说得很好，口语也很标准。你去过伦敦？啊，旅游过几次。我是兵工厂球迷。很好，欢迎你加入。陈先生，先说好，你只是付钱搭乘我们的飞机，路上的任何行为都和我们没有关系。当然，我只是坐顺风车的。原来是个菜鸟。稍有经验的登山者都知道，不要随便浪费电池。身材也单薄清瘦，根本不像登山者，肯定是冲着登珠峰的虚名而来，虚荣无知。你好，我感觉你很眼熟，请问你是不是有个外号叫做蜂鸟？是的，看来你看过我的杂志。当然，你很漂亮。谢谢。蜂鸟后来成了尼维尔的代号，为了纪念他的姐姐拉克斯，因为明天之后他的人生将彻底改变。上辈子蜂鸟自述在遇到我之前的人生是这样的：大家好，加把劲儿，快到攀岩点了。这把特意定制的刀今天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弟弟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死了才能继承你们的遗产啊！爸，放心，不会让你们一家分别的。叔叔，我不要了。雷雷，活下去。啊！疯子，想死不要拉上我呀！你们。成交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抢走了一切，这个庄园是我唯一的记忆和牵挂，为什么还要夺走它？不准卖我的家！杀人了！进去。听说你是富家小姐，典狱长一定会很喜欢你的。这么低级的委托任务，以后还是不接了，有点掉身脚。来吧，小宝贝儿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吧。快来人，救命！折磨了我整整六年，来，披上。你叫什么？不想说吗？蜂鸟。蜂鸟，我记住了。这一世你不再会是蜂鸟，你就是你，尼威尔。很愉快的旅途，祝你好运，小伙子。嗯，你们也是。给一个小礼物。这是巧合吗？他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款巧克力的？我不喜欢这个家伙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忽略了我的美貌，只向你一个人献殷勤。大家加把劲儿，快到攀岩点了！天哪，你在做什么？快住手！别怕，我接住你。你是？醒了，来，喝吧，我好不容易才加热的。
你是？妈，妈，姐姐！尼薇儿，你还没有醒过来吗？这里没有其他人，更没有你的家人，一切都是你幻想出来的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。你的父母1997年最后一次登山，因遭遇恶劣天气死于攀登珠峰的沿途。你姐姐拉克斯为实现父母的遗志，在进行登山训练时因绳索意外断裂而摔亡。而你的叔叔本杰明因负债逼迫你变卖家产，被你在自卫过程中用枪打死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的精神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你分裂出了父母、姐姐、叔叔四个人格，幻想着家里的悲剧没有发生过。很愉快的旅途，祝你好运，小伙子。啊，你也是。是的，看来你看过我的杂志。好了，姑娘们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前天，你用你姐姐的护照和身份加入了一个登山小队，并支付了全部费用，带大家一起乘坐直升机来到伊比斯。我父亲搭乘了你的飞机，就在今天下午，你在攀登时出现了幻觉，你试图用刀割断登绳索。在上辈子，尼维尔割断了绳索，导致两名队员重伤，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。而我的委托任务，杀个贵族继承人还是个精神病，这种低级任务以后还是不接了，有点掉身价。很抱歉把你从这个梦境中拽出来，因为你陷入的是一场给自己编织看似美好，实际却是无尽深渊的噩梦，这一切才是真相。上一世更不幸，那个邪恶变态院长是真的，尼威尔在长期折磨下精神完全失常，永远没能走出来。这一世我要帮你驱走这个噩梦。放下了？嗯，父亲、母亲、姐姐都留在了这座山上，而这座山已经留在了我心里。谢谢。不用客气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把父母的遗产都捐出去，然后组建一个资助登山运动的基金会。嗯，挺好的，钱别全部放在你手里，也免得有人打主意。所以今天离开这里后我们再也不会相见了吗？应该不会了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我知道你不会说。其实昨晚你真要对我做什么，我根本就不会拒绝你。呵呵，要不要我们在这里多住一天？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好了，保重，后悔无期。啊？只要你现在开口说一句话，我就跟着你走，不管去哪里。唉，我希望你有自己美好的、正常的生活，去做你的极限运动专家吧，尼威尔。至于蜂鸟，就让它留在我的记忆里好了。你的手摸到我屁股了。下意识动作。那么，再见了。这辈子这样，也挺好的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100只羊。怎么就是睡不着？再来，一只羊，两只羊，31只羊，32只羊，30。咩咩！臭承诺，明天就是我生日啊！消息没回，电话也打不通。不过，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明天是我生日吧。是承诺。喂，开窗啊！不想理你。大小姐，快开窗嘛！哼，就不。没动静了，他不会真的生气走了吧？小可可，生日快乐！哼，原来他知道，也记得。承诺。我操，动作受不住了。抱歉了，老孙。啊，真的吧？
爸妈房间去了。谁呀？这么缺德！大半夜砸人家窗户玻璃！